Peter Pan 的好朋友，欢迎王心凌。Hello， 丁丁你好，哎呦，大家好。美国哈，不会冷哈？还好。刚好今天有点变天，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有就是用歌手的身份跟大家碰面了。哦，真的哦。第一首曝光的主打歌在我们电台进行全球首播，变成陌生人。哎，这个歌感觉很有 feel 哎，你听到 demo 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哦，我很喜欢这首歌哎，我觉得那个可能比较长大了，所以可以懂那个歌词的意境，就觉得很酸酸痛痛。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旋律我很喜欢，后来才知道是徐佳莹写的歌。然后这次也蛮难得的，就是第一波竟然是用慢歌，对，然后就是试着想要请大家听王心凌用慢歌说故事。MV 啦 ，MV 拍好了吗？拍好了，前几天的时候拍的。然后拍完之后全身酸痛，全身酸痛。我只能说，慢歌怎么可以拍得这么累啊？把这个抒情歌拍成了动作片，对，把抒情歌拍成了爱情动作片，感觉怪怪的哈，还有遐想的空间。然后还见红。哎，还见红，这关键词太厉害了。受伤。哦，有受伤啊。受伤，因为在里面会有一些比较重的情绪，激烈的感情戏。对，然后全身酸痛一些，对我自己也吓坏了。哇，你也吓坏了。我自己也吓坏了。但是一播出，歌迷会不会也吓坏了？哇，这个好激烈。有可能。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通灵体质的塔罗牌老师，对，要来算一算王心凌这个2012年的年末到这个2013年的整年的运势怎么样？好，准备了吗？你要想先问哪一方面的问题？事业，好，我们请心灵。好，我们先请心灵左手抽一张来。左手抽一张，先不要打开哦。对，一张就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一张好，就它了。好，放这边。好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好，如此的快速。好，如此的快速，它是权杖八。权杖八是那个。到处跑来跑去，可能是跑通告了哈。所谓的累呢，辛苦呢，是在工作上面的东西。塔罗牌里面的那个权杖牌是代表是执行力。OK。然后塔罗牌里面的权杖八呢，代表是自由流动的力量。所以将来的心灵的事业，因为刚刚问的是事业嘛哈，除了行动力很强之外，然后可能会跑来跑去，然后也会自由流动，表示说这个运势很强。就生意中年忙到头啦，生意好。对啦，生意很好啦，台湾通告跑完之后，海外宣传到处抢着要人啦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甘之如饴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大家都很关心啊，官也很关心哦，我还好，我是觉得可以跳过。我们的旁边的话修嘛，你知道，皇帝不急啊，太监，太监很急啊。健康，不是关心我的健康，不然健康可以来挂一下，补个卦吗？健康补一下好了。大家关心健康吗？关心。不关心 ，I don't care。不是，体力很好啊，体力很好，跑来跑去啦。所以体力很好。我觉得老师好像蛮想帮你看一下你的感情的，老师自己你知道，一直要把他带到。很多人要问。好了，那不如就来一下下啦。我是用左手来问。左手。好，老师为什么不能用右手？左手是通右脑，是通我们的直觉。一张，对，一张，是一张。好，要开了，它代表是新的开始，新的一个权杖的开始，新的一个恋情的开始。是，但是反过来就说，哎，还没有到，时机还没有到，缘分未到。对，如果真的想要感情的话，要等到半年。OK， 老师意思是说，很多的事情可能在慢慢的酝酿当中。那可是因为上半年度的话，因为事业运是比较旺的，所以可能这时候因为要忙于冲刺事业嘛，就暂时把这个感情先放一边。对，现在开始倒数，对，开始慢慢的酝酿一下啦，哈，所以也开始可以培养一个合适的啦，对呀，合适的气场各方面嘛，本来就不急。不急啦，对啦，我都还没有轮到你，排我后面排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代表电台送上一份礼物了，来人呐，请把这个礼物给呈上来，来。这个礼物呢是一个放大镜，放大镜是希望呢这个王心凌在这2013年的所有成就，都能够不断的被放大再放大，好不好？对。